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我们来看六月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巨蟹座的朋友，有机会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，可以为未来的财富增添更好的一个基准。双子座的朋友呢，透过家庭聚餐，可以让彼此的感情更为凝聚。天秤座的朋友可能有一些这种出外游玩的机会，自己的心情也觉得非常的愉悦。需要留意的朋友呢，提醒双鱼座的朋友哈，最近在自己的家里面呢，也要注意安全，不要造成意外的伤害。处女座的朋友可能家中的长辈呢，有一些身体微恙的情况，需要我们多用一点心思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白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黑色。风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橘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紫色。